外国人超反感，老外最怕小吃进食它，就是他整个东西没办法接受，这个口感有点吓到他吃化化的东西，他觉得有点恶心。这个汤的味道怎么有时候是比臭豆腐臭，很奇怪，很恶心，然后也没有味道，多恶心！你看一下马努的脸就知道。真的很浮夸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